到回面前发现这个欧卡，那超验前的音调的音质，经详细检查、身体检查，发觉四肢是严重的病，胸部塌陷，连头部呢有严重的撕裂，达到3.5度呢，胸部急坠。在堆高机里面有一个操作人员，因为坠落车体变形而压住卡在里面。该堆高机是由起重机吊挂到5楼，要从5楼进入那个工作区间的时候，底下那一块吊挂铁板因堆高机往前的时候，底板往后推，造成堆高机踩空而坠，从5楼高坠落下来。堆高机是头下脚上的方式，所以它的那个电瓶力漏出来的时候没有逼到它的能力。